阿谭就是阿塔，还给我整个谐音梗是吧？把手里盖。全军出击！哎呦我，我来，可如。哎，哎，别丢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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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里干。手里干，丢了一个兵。手里干，怎么还不动了呢？这人儿，掏一刀。手里干掏一刀，平 A，好闪，看带的什么，带的传送。下波应该是死的了。没有电刑，这波没法上啊。但是他没有药了，可以杀。QA 点烟掏闪现走，先来一个巨齿短臂，猴哥还会打劫，还行吧。W1Q 让我掏一刀，手里没办法，干不着。你可以打剑圣，其实平 A 一刀，手里干掏接 E。接掏，接平 A， 走位呀、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其实我觉得可以拆一波塔，撕一层塔皮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我就这点血，我能把这球女杀了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肯定不信，但我今天必须得让你们信一信。差一点点升六啊，还是被推着了，那算了吧。来个西地海，
没事，我们蓝 buff 转移一手。蓝 buff 转移一波，哎呦我，这也太猥琐了。嗯，这个人怎么才可以杀掉他呢？不好杀呀。还行，三花聚顶，他为什么不按秒表呢？因为秒表没有办法摁。那能摁他肯定就摁了。再传递一波吧，啊，再传递一波。我正好手里干补刀，他们他一个创往上创了，然后正好把我砸了那塔。哎呀，这都是正正好好的呀，再续一波，再续前缘。这波我跟你们说啊，不要着急出去，我们没有大啊，想再续前缘那就一定得过来等两秒钟。看看能不能不用，哎，好闪，啊，手里干空了就用平 A 杀吧。哎，这回我不可能再传递回去了啊，你为什么不跟我砍啊？我不抠你吗？在我面前念咒，你是有点瞧不起人了，我发现的啊，他剑圣。我不可能再让你续上了啊，求女儿，我跟你说。找哪个剑圣？你没有念咒了吧，小伙子，让我瞎当了。一下走闪现，快来快来快来，鳄鱼呢？鳄鱼哇，手里干，嘿，我天哪，一个小球女儿想杀我。这么的吧，我们先杀个拉尔啊，这波的拉尔可以尝试一手。手里干，三花聚顶，勾引一波剑圣啊！回家吧，他都把我中落叶给我拆没了，我赶紧回家出那个德克萨斯墓印去。
剑圣据我的推断应该在下半段野区，我们找找他。哎，下路可以杀，扫一下，没有视野，全死。手里干，大过来 ，AER 回来，手里干。抢我人头，小黄猫。火箭醉了。呀，谢谢火箭啊，感谢火箭，谁的火箭这是？打不了野扣，他有的时候他不显示你知道吧。等一下啊，谁送火箭呢？我瞅一眼啊，应该是如意至尊宝送的火箭，是不是？谢谢如意至尊宝的大火箭啊，感谢感谢。我手里干，没掏着。假装不杀，其实不严。我们走过来 ，W 一。哎，这 W 是卡墙了吗？小妹妹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。别走，完了，我等死了，他跟过来就算了。这是要把我中路塔给我拆没呀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线塔没了，快快快快把剑圣杀了！上机器人，给我勾他，好勾！你们不是能让他跑了吧？还好，那凯也能穿墙，没事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早说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剑圣应该要来了，在这等他一下啊。这布点还有点厉害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应该在红 buff 等他的，我在红 buff 等他，我有大，这没有大招。该吃饭了，猴哥，一会儿吃，不着急，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可能再死一次。
马上到。干啥呢？这小绿人，先杀这辣耳啊！没事，死了应该问题不大。又一个小麻烦被来，你先上。1998，你是今天可能要发。有没有蓝 buff？ 给我来个蓝 buff。我查克拉不够啊！哎呦！哎，这回这剑圣我可放不了你了啊！我可没办法放过你了，这剑圣。啊，这剑圣，你给我站着来！我靠！这一刀，哎呦我这一刀，还是他不甲骸的原因，我换不甲骸他打不过我，我们就是太脆了，你知道吧，70多护甲都不够他砍的，虽然我们的虚区很高，但是我们的虚区有点延迟，把这 ADC 给我杀了， ADC 都1-7了。200块打小龙，把小龙打完以后我们杀剑圣啊，先杀剑圣，没事，先打小龙算了，不杀剑圣，先中路先杀一个，先杀个辛德拉什么的打呀，他们去打峡谷去了，快点打，小绿人想走，我没想到啊，这波就不玩回去了，那能行吗？再见，我手里干，吃个药，剑圣死了，漂亮啊！后边怎么来了个 ADC 呢？来萨拉尔 W1 掏 Q， 哎呦我小驴人，小驴人居然敢，哎我又回来了，哎这剑圣，剑圣可以杀我，掏他一刀回血啊，点的气定神闲，发克气定神闲，先来个青雨吧，换一可以接受，我真的需要一个蓝 buff， 要不然这查克拉都不够用，多少个蓝没给过了，这都你让我拿个蓝吧行不行，能不能给个蓝，求求了行不行，谢谢，
血红 buff， 这有查克拉了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我这查克拉，有了查克拉的劫，就相当于是无限火力。给我把剑圣杀了。薛薇是有点厉害啊，剑圣咋这么猛？哎呀，这剑圣砍人是真是有点猛啊！我可能还需要一个右装，春哥，黑切。倒也不是送吧，这不一换一吗？还可以吧。我拿他们俩的，这波我在第五层。嗯，哎呦啊！哎，给我把剑圣掏了，漂亮！小驴人没死啊，小驴人，小驴人为啥没死啊？啊，盯了，啊，小驴人盯了，我说的嘛，要不正常他必死，他不可能不死。辛德拉有盯没？来 W1Q 一下，这不能越啊，这越容易死。这拉尔干哈呢？拉尔？啊，拉尔？拉尔掉线了，拉尔，这个剑圣咱可野不起，不野了，谁野谁也别野剑圣，先 W 放一个来，看看能不能勾引一手。这波感觉有的勾引啊，先放个影子来，不行了。我先杀个小驴人，哎呦 ADC， 我闪一手，手里干，你死了你知道吗小伙子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确实是死。一下，手里干，吃点药。那剑圣在蛤蟆呢，你没瞅着吗？鳄鱼，我先回家出点装备。来个塞瑞尔达的怨恨，出个秒表，把这皮还换了。这个皮鞋我得要个布甲鞋，要不然这剑圣打我有点太疼了。咱也不带线，九头蛇不要了。
打你个大哟，大招叮，给我起泡泡了。下档多少钱？800块钱。下波下路一波吧。剑圣不能往后拖啊！剑圣要是起来了，有可能我们一波收割被我们家给收割没了，不拖了，下波结束。剑圣已经起来了，起来？什么叫起来？起来叫他的装备比我们都好了，这叫起来。现在呀、现在还不太行，少一件，甚至还得少个药，而且还少点等级。那鱼要死了，那鱼没事，我们推下。哎呦我那鱼没死啊，那鱼你们家都不要就追着鳄鱼呗，追来追吧。可以推中，但是多逗留是不好的呀。没关系，我能回去。别杀的辛德拉，这没有查克拉真让人难受。剑圣呢？来，把剑圣杀了，掏死他！没有查克拉，这。